千玺你好，我们想问一下，你为考试熬过夜吗？熬过。高考结束的那天，你做了些什么呢？跟家人一起去看了场电影。你最喜欢的学校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？我们学校教室吧，各种教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学校时间最长的就是教室，然后其次是食堂。你觉得同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是青春的陪伴吧。你觉得你在大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知识。快开学了，你的新学期 flag 是什么？新学期 flag， 收获一项新技能。那千玺，你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？或者说，你觉得你想做怎样的一代人呢？我觉得想做更具创造力的一代。同人民一道拼搏，同祖国一道前进。同学你好，我是中央戏剧学院2018级话剧影视表演专业的易烊千玺。8月17日晚7点半，关注共青团中央、中华全国学联新媒体平台“同学你好”全国学联27大主题网络直播活动，我们和全国学生一起共享这场青春盛会，不见不散。